日本人现在船呢已经开出来了，那拿起望远镜拿起来观赏一下船的右边，来观赏一下，那我们船的右边前方来观赏一下，那右边前方这里呢有一座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海昌大桥，那就在我们船的右边前方啊，望远镜拿起来观赏一下海昌大桥右边前方。